中山堂，我们进入博爱特区了。提高警觉，安全。那是什么？迷你小飞机，好可爱。原来是中国乞丐版直升机，连座舱罩都没有。那不是直升机，是旋翼机，它的旋翼类似风车，不能垂直升降或空中悬停。那攻击直升机全身装甲，还配备了一门30毫米的旋转大炮，我们跟它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我的控制头盔联动阿帕奇的机炮，我看到那里，它就会指示炮弹口跟到那里。转。快点转！追踪准星来调整位置，按下按键，看到的就是命中目标。靠近那座大楼。下去会伤到大楼的无辜百姓。我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费一枪一弹，真的吗？朝向那条大街降下去。来呀，看看你有多行。他追到了我们上面，小心前面那是条马路。那旋翼就是他的翅膀。损失了一架猎鹰旋翼机，现在已经没有三组在天上掩护我们了。刚刚受到宪兵队的突击，伤了很多弟兄。同志们，那我就直说吧，领导已经派了2架歼20在台湾的外海待命。歼20威龙战机前来助阵了，加紧地面人员整编，必要时让他们进到密道内。更重要的是，威龙的空空导弹，那才是保有制空权的最佳武器。外面那台直升机在嚣张，也不会太久了。我来想办法拖延它。我收到总统府的军用无线电广播。小心飞行散弹车，屋顶上有中国特工的狙击手，他们还有特制核箭弹，还有抢来的后备拖车、运钞车掩护。是你弟弟，他还活着。如果你能听到我。我是你的声音，没有你，我阿帕奇之所会离开你的。天上的台湾同志，我们谈谈。
是那个假指挥官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没有什么障碍是一发地狱火飞弹不能解决的。一发地狱火不行，那就射两发。朝这儿开火，好啊！你们总统和格奎都还在。再说了，我们虽然受了些损伤，但是想攻进医务所抓些老弱残丁当挡箭牌也还是轻而易举。他在逞强，伤害无辜者算什么军人？不用担心，我们是有选择性，我们在意的是国家统一、民族大义。代价是历史建筑被摧毁殆尽，底下的人血流成河。你一个人又能翻天吗？我们可有十几万的作战部队正准备渡海作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叫共军渡海峡。你的抗中保台却还引用中国诗。不管是谁制造的暴乱，我们天鹰都能够盯紧坏蛋，保护无辜者。你们有事儿不明白，这都是附带损伤，每死十个台独分子有一个百姓牺牲是可接受的。你没有弟弟或妹妹吗？感谢北京完成了一胎化任务。我与我弟弟的状态算是天差地别。我是天鹰的种子教官，我赴美受训，而我弟弟高中快毕业，却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完。但他有危机意识，他没有放弃自己。一上网络自己看函授，他成功考上志愿役宪兵。你知道我这生最骄傲的时刻，不是坐上阿帕奇，而是我弟弟跟我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在天上保护我，我在地上保护你。”林雕，为了你的民族大义、国家统一，竟然要牺牲掉我这么有上进心的弟弟，这，一个国家如果连好人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伟大复兴？不用再跟他废话了，我国的支持战机到了。空袭警报！特种大队收到，威龙请前往总督府收场。我向上天发誓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什么意思？要战斗机打直升机？明明是让我们去收拾残局。我们是空军，要发挥空军的特点，不是追着陆军直升机屁股跑。不能逃离吗？他们有飞弹还是隐形战机？关键不在飞机，而是飞行员。那就是要空战咯。你要想清楚，一架阿帕奇对上两架中国五代战机。他们不是隐形的，至少在我们毫米波雷达前不是。你真的打算迎敌？小文，我就陪你玩个痛快。你打我一拳，我喊你一巴掌，应该是你打我一巴掌，我就把你射下来。霹雳杀案发生。飞弹来袭是雷达导引的霹雳12。坐好了，我要低飞。
大楼不是说好不伤害平民百姓？空的，刚盖好。我上礼拜才去看过房子。你说什么？连锁雷达侦测及识别，两架歼二十，拜托，拦去。光学自动标定，侦测瞄准。此针飞弹是拿来打慢速敌机或无人机，打五代战机至少要响尾蛇。现在只有四针，没有响尾蛇，别犹豫，放手去做。好吧，次针飞弹锁定，发射。切换次针飞弹紫外线模式。